先来聚焦国际，引发香港社会动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正式宣告寿终正寝。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会议上宣布，港府将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多次表明修例工作已经完全停止，现在为了更清楚明确表明特区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场，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64(2) 条，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撤回程序从下午2:57开始，只耗时5分钟。李家超宣布撤回修例草案之后，在场的民主派议员马上质问是否会因为个人处理失当引发社会动荡不安而道歉下台，李家超回避不谈。